白居易在《琵琶行》并序中写道：浔阳地僻胡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诗词里提到的丝竹就是丝竹乐。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传统器乐合奏形式，它以典雅、柔美、细腻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具有独特的韵味和艺术魅力，深受民众的喜爱。全国各地各种民族乐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江南丝竹乐队编制及其音乐作品演奏的影响。江南丝竹中的丝指的是用丝做弦的弦乐器，有二胡、琵琶等。竹指的是用竹做的管乐器，如笛子、箫等。此外，常用的还有扬琴、三弦、笙、鼓等。乐器编制相对灵活，从三五人到七八人都可以。其旋律清新悠扬，优美抒情，典雅细腻，富有江南秀美之风，又尽显都市灵动之韵。江南丝竹的旋律犹如行云流水，淡泊而幽静，更如绿波回衣，连绵不绝。各自乐器的音色虽不尽相同，但旋律线条清晰，胡琴一条线，笛子打点点，洞箫进又出，琵琶筛筛边，双清当板压，扬琴一蓬烟。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江南丝竹的合奏特点。那二胡在这个丝竹中间呢，它起到就是什么呢？主旋律的作用，这个比较连绵，连绵不断，整个这个旋律呢，这个高低起伏，包括这个江南是特有的韵味啊，就在二胡上比较浓郁的体现出来。其中呢，就是二胡呢，它是属于丝，就是丝竹丝的丝。因为为什么称丝呢？就是二胡的以前过去呢，它这个琴弦呢用蚕丝做，所以叫丝。现在都要用钢丝代替，它所以还是称丝。笛子打点点点，它的点点呢其实打底本身它的音量比较大，然后那个在吹奏过程中呢，就是它这个旋律的底线笛子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打点点呢其实打底是给乐队打底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洞箫它不会是中间从头吹到底的，它有的时候进来，它是主旋律，这个笛子起到一个领奏的这个作用。那么它出来以后呢，就有的地方呢，就是说穿插二胡出来以后，笛子就进去了，它就退了。那个二胡呢就出来，它的二胡出来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就是旋律很流畅的。琵琶插插边呢是这样，它的这个旋律呢，跟这个主旋律呢有一点差异，它用的这个就是音程关系呢，主要是跳跃型的，还有跳跃型的，这个、节奏比较明快，节奏型的，节奏型欢快的节奏，主要是节奏型。它在旋律边上呢，主旋律边上呢，就是很跳跃的一种感。双清其实就是，它是另外一个乐器的代名词，叫秦始皇的秦。所谓的就是打这个当板压呢，就是叫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演奏过程呢，就是他弹的这个打主要打节奏的，用的字音呢比较简单，是代替那个鼓板，这个就是打拍子，打拍子打底的，就是一碰烟。扬琴呢，它这个回声很大的，所以它的基本上是自己根据弹拨乐器。和这个二胡和笛子的这个旋律，又是打节奏，又是敲旋律。这个回音呢，是整个乐队呢音响就比较包含起来，丰满一点。江南丝竹的娱乐性很强，人们常聚集在丝宅茶楼合奏丝竹，以涵养性情，调剂生活。也在婚丧喜庆节日庙会等民间民俗活动中演奏助兴。百余年来，上海的丝竹活动从未间断。
20世纪4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覆盖整个上海城乡。江南丝竹的乐器组合灵活多变，演奏时每首乐器只有一件，演奏者可根据该乐器性能做即兴发挥，在同一曲调基础上奏出不同曲调，各乐器在配合中常采取你进我出、我进你出、你繁我简、我繁你简、你高我低、我高你低、你正我反、我正你反、你长我短、我长你短、你停我脱、我停你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花音八法的方法。这个呢，这句话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是靠长年累月积累起。那为什么江南是说提倡不看谱？看谱它这个旋律就框住了，框住了。这个即兴呢，有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绪，但相互协作的好坏。江南是不是靠排练的？它是靠磨合，长年累月的磨合。所以大家玩了以后，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玩，大家的基本上大家的演奏的走向有点熟了，然后大家再一起玩。这个跟美国的爵士音乐一样的，其实里面它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你进我退是对立的，退跟进不对立吗？你高我低也是对立的，就是要制造矛盾，制造矛盾，这个艺术解决矛盾，哎，就其实很有哲理性的在里面。他你拉100遍，100遍不一样的。丝竹八大曲，顾名思义，就是江南丝竹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8首曲子。1939年，沪西丝竹家薛孝慈在新世界游乐场内举办丝竹游艺活动，活动中将梅花三弄、熏风曲、行街、四合如意、云庆、欢乐歌、慢六板、慢三六等8首乐曲分别写于8块牌子上，丝竹爱好者可从中任意选取上台演奏，由此丝竹八大曲产生了。八大曲各有各的特色，有的明快热情，有的秀雅流畅，也有的热烈兴奋。那么行街这首曲子啊，也过去的这个乐队的叫清客，人家的农村里面啊，或者有钱人家啊，他要办喜事儿呢，他请这个乐队的请期呢去招待，不付钱的，就是他没说了，就是去凑热闹。那么这个乐队去了以后呢，每个乐器上都有彩头的，然后呢，就是他们排成长队呢，就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呢，就一边行走一边去迎接新娘。就是一边走边演奏叫行街。那个熏风曲呢，它是那个中华六板的又一个名称。这个中华六板呢，它是从六板演变过来的，一点一点改变到后来以后呢，就是很丰富。它有41拍，有12拍，有44拍，有48拍。这个11拍呢，就是六板的最早的原始的，叫老六板。老六板后来改了，就花六板。那么中花六板呢，它就是44拍的，所以呢，它把这个节奏呢放慢，就成了熏风曲。所以说，熏风曲和中花六板呢是一样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是熏风曲演奏的更加慢，里面是加了箫。那个中华六板呢，里面是用笛子吹的，然后节奏呢稍微快一点，稍微就是欢乐一点，比较澎湃。那个我们称为是熏风曲，称为是文曲，很文雅的。其实它就像一层香风啊，这个吹过来一层很优雅的，很非常飘逸的，这个就叫熏风曲。华韵乐府成立于2014年初春，乐队成员由老中青结合，
很多艺术家都曾是知名乐团的首席演奏家，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是一支具有精湛演奏水平的丝竹专家队伍。乐队成员怀着对民族音乐深厚的感情，不计名利聚在一起，旨在弘扬民族音乐，为发扬江南丝竹做出努力。江南丝竹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做支持，伴随着历史文化的积淀，人文资源的丰富，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进一步探索我们应赋予它新的气息、新的内容，创造新的成果。2006年，江南丝竹被国务院公布为上海市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这承载着上海人民审美情趣的江南丝竹迎来了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阮红，师从扬琴演奏家、丝竹音乐家周慧先生学习扬琴。如今，他把江南丝竹带到上海财经大学。随着江南丝竹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丰富校园师生的文化生活。有的老师也利用假日业余时间参加江南丝竹的相关活动。同学们通过在课堂中所学到的内容，延续着江南丝竹独有的音色，并积极参与各种演奏表演。江南丝竹首先是一种水乡文化的音乐表述，那它最初在乡间的时候呢，是作为一种公用性的音乐，它用在节庆庙会啊、婚嫁的场合呀。那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它慢慢变成了城市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人们在茶楼聚会，在私人的场所家里啊聚会，品茗弄月，交友聊天，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了。江南丝竹是长江三角洲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其产生和存续对沪上民族音乐、戏曲艺术、民俗生活和群众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在空余之时，不妨让我们静下心品香茗一杯，听听江南丝竹，让时间慢慢地流逝。